随着车系改款时期的到来，在2016年底，第四代雨燕于日本发表之后，近日又在传出新雨燕运动版的相关消息。内容是车厂目前正在努力为车身瘦身，车重可能只有870公斤。铃木内部工作人员对外透露，虽然第四代雨燕车重已较旧款减轻许多，来到了890公斤的雨量级数值，但车厂并不满意，正试图将性能版再度瘦身，也换来更有趣的驾驶快感。如果新款雨燕运动版真的瘦身到仅有870公斤重的水准，那这款超值钢炮可能会嗨翻市场。毕竟轻量化的车身带来的可不仅只有改善油耗表现，肯定也能够带来更加灵敏有趣的体验，想起就令人期待。另外消息还指出，新雨燕运动版可能会采用1.4升 Boxjet 四缸涡轮增压汽油引擎，可能将会拥有140匹最大马力、225牛米峰值扭矩的动力表现。按这样的结果推断，只能说福特嘉年华、斯柯达精锐等对手该紧张一下了。